哪个男的能把别人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养5年啊？我这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小强，你少小强，还甩卖还有你呢啊！我呢，已经去找过他，博士生的导师了。我相信陆老师会做出，怎么说呢，一个公正的判断。 虽然我不愿意跟他再纠缠了，但是名声、金钱、地位这些东西他一个都别想得到。这当中如果有什么差错的话，我一定会及时纠正。嗯，我明白了。既然这是你的想法，那我们当然尊重你的决定。只是我跟向中，我们不想看到你被他害得这么惨。 那既然这样，我也跟向中说一声。姐，向中刚刚跟我发消息说他已经到高平他们研究院了。 老大，紧急情况多了，不多说了。那个，向中现在在高平的研究院门口，能帮我去找他吗？对呀，这个情况很有名的，好像。再给我一个这个，好。高平。这样，对，跟那次差不多。嗯。 你怎么来了？我为什么来？你不知道吗？3月11号你干嘛去了？陪小三儿开房过生日，那天孩子差点被拐卖了，你怎么对得起我姐？怎么对得起孩子？这么多年，我姐养着你，供你上学，亏着你了。哎，你们知道那小三儿是谁吗？ 就是你们学校那校长林院长的女儿林晓。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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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了
定？我有私心，你姐就没有吧？她为什么找我呀？还不是因为我年轻，我学历高，我在她爸妈面前能拿得出手。最重要是我穷，我穷得一无所有，我好被她拿捏。我对她来说不就是一块抹布吗？好让她把过去那段失败的婚姻擦干净。我没有付出吗？我没有牺牲吗？哪个男的能把别人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养五年啊？我这……想让你找小三吃完饭还有理了啊？行了，给孩子当爸爸委屈你了吗？是不是？想给当孙子是不是？你冲动什么？行了，不知道啊。欧平，你呀，本来可以很幸福的。我自为之吧，走了走了走了。